这个新郎官儿，你虽说不认识，慢慢的也就熟悉了。这日子呢，也就过下去了。怎么了？你还在等他？玉初啊，我的孩子，你马上就要出嫁了，还是趁早断了这个念想。往后的日子里，心中挂念，对你对他都不是好事儿。格格，格格。崇黎明，你是来道别的？王爷亲自送亲，看来我燕世蕃的人面子还真不小呢。你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杨雨初是我的人，我要把他带走。雨初现在是德齐王府的人，你这么做可是要伤德齐王爷的面子了。您如果真的把雨初送进了德齐王府，那才是伤了德齐王爷的面子。你究竟什么意思？崇黎明，此婚事已经定下了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对，这事儿谁也阻止不了，可唯独我崇黎明能阻止得了。莫非你要与我为敌不成？王爷，这您可就误会，我来阻止婚约
完全是为了救我。救我？您把我的夫人嫁给了德齐王爷的孙子，那您不是让德齐王爷下不来台吗？你在胡说些什么？杨雨初早就许配给了我崇礼明，这是我们当年签订的婚书。他杨雨初是我崇礼明的媳妇，有此婚书为证。怎么着王爷，这婚事您还要继续吗？雨初嫁到德齐王府，这是我们两家的婚事，岂能容一个外人随意搅和？就算是王爷，也不能抢有夫之妇。可婚书真伪难辨，谁知真假？舅舅，这婚书确有此事。啊，原来是真的。谁让你下来的？此事回府再议。这确实是当年我母亲的意思。此事关系重大，待我回府细细查明。请便王爷。回府。哟，哎，回家了干嘛？这事结不了。对，这气结不成了，结不成。还有婚约在先，可不能把这提了。